好 ，hello 大家好啊，咁啊翻到嚟呢一只嘅金蝉脱壳啦，咁啊继续剧情啊，上次讲到咧我卡关啦，打呢一个嘅飞人道馆，咁今次咧应该就唔会嘅，因为你见到我身上咧游击蜡啊，咁呢只游击蜡咧已经成功进咗化啦，然之后咧大家招念嘅技能啦，你见到佢嘅能力值咧都几高下嘅，49同埋50，非常之高啊，咁我哋即刻嚟到挑战啦，睇下可唔可以一发打死嗰啲雀仔，好嚟啦。啲嘢得唔得？呢只应该未必得，可能一半我都唔得喎。咁唔紧要啊，我哋先换咗只重先。啊，上次咧，我哋嘅可可多拉咧就唔听话嘅，但系咧都有一定嘅作用啦。佢因为高防，我哋换谷草叶去送死啦，唯有好俾个毒品佢。其实可以用念力应该打得死，不过是但啦，我要用元绿沙打啦。好 ，OK。都赢到嘅，仲赢到嘅，降鸟嗱，咁降鸟一定要用元禄沙打啦，阴功啦，高速星星，跟住就用元禄沙龙路 ，OK， 烈雀，咁呢只就系火雀啦，验准，跟住一招拍翼拍死咗，游击蜡念力都唔够佢快，真定假？定系佢有先制技啊？佢有特性。我怕打不死其实，回心一击，如果不回心真的有机会不死的，你玩好好哇、啊、你好强啊，是我看错了你，不过呢奉劝你一句啊，博士呢并不是什么好人啊，你不要呢助纣为虐啊，我输了你拿走啦，飞翼徽章，好一个小流流真正的强大，你又会见到啦，秘传机碎岩都可以用到啦，51三年前咧，战神找到咗我，教识咗我依家嘅技能。不过佢咧冇几耐之后就消失咗，毫无踪影啊！我听阿笔讲啊，佢前嗰排咧见过战神啊，你咪问佢，我唔想再惹到啲咩麻烦，只想安安静静养老啊，唔想呢个咩半老丧命。阿笔啊，去会皮镇啦、啊。OK， 即系总之个剧情就系咧，原来博士先系坏人。好。好，呢个冇咩特别啦，又系裸蛋嘅剧情啊！好，裸蛋剧情收下。我、哦、因为我满晒系嘛，唉、哎，好麻烦。谷草叶同腾腾蛇是打就可以走啦，咁我选择抌走腾腾蛇啦，系啦。嘅谷草叶始终都系我哋嘅御三吉一开始嘅伙伴啊。最近咩神神化化，不过咧已经 check 清楚啦，系一个叫战神。讲起战神，三年前博士系战友嚟嘅，不过。因为那件事情失败的原因分道扬镳，博士几好唞你噶，希望你不会好像战神一样空有虚名啊！你去找战神啦，好奇怪啊，好奇怪，唔知系我 miss 咗啲剧情啊，定系点样？你系咩人啊？啊，好面好生面口、啊，你不会系呢个自己人系嘛？对个暗号先，藏字明月光咩？汉敌合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？下一句，原来你唔系有缘再见。诶、欸，做咩有个小姚啊？啱啱嗰人同你讲咩？快啲话俾我听。唔讲系嘛？睇我点收拾你。哇，美女美丽少女小姚，13咧，应该未必赢到。啊？吓？点会打唔到佢啊？头先？打唔中定咩啊？头先系唔知喎、啊，我去又赢唔到添，仲咁样俾你送我翻屋企，真定假 ？Oh no！ 中笔真定假啊？喂，呢个边度嚟噶？呢度唔系呢只，开错咗 game 添。哇，好离谱啊！喂，先咁，我而家打咗未啊？应该未打过管主。我哋入商店嘅时候已经唔可以输咯，一输咧佢就中笔啦。啊，既然系咁咧，我哋攞埋只摆低埋只腾腾蛇啦呢度，跟住顺便一阵间打埋，即刻攞走可以。好嚟，呢度师傅真系麻烦咧。好嚟啦，有新计划，有个半半同你，有个肥仔同你倾过要计划啊嘛，系。好，新嘅计划得。好，跟住又要打交啦喺度嚟。头先我仲要冇回血咧，直接打嚟啦。龙路
剑舞一嚟又死咗啦！火之鸡龙怒保护加速特性冇用啊！好，奇洛律鼠14咧，奇洛哇，因为我鲨鱼皮反击咗佢啊！唔讲算啦，肯定咧都冇咩好嘢，我自己去问。哼，好啦，然之后咧应该可以通过系咪？哦，得啦得啦。奇迹种子咁啊，同之前一样啦，冇乜分别。要行啦，终于可以开新地方啦，睇一睇。好，呢个可以 skip 系咪？快啲去下一个草地睇下有啲咩靓嘢捉下啦。呢、這个草地已经行到冇嘢再行啦。好，乌波其实劲嘅，不过速度比较低啦，但系做防御宠嚟讲咧十分出色嘅。好。波恩福一隻唔进化做叉字福就唔劲嘅种啦。喂，咁多人喺度，附近有犯人要小心。好，我哋睇下呢度有啲咩剧情啊。抱歉，我见唔到啊，冇见到啊。好啊，打搞晒。请问你有冇见到一个好可爱嘅小姑娘，身后一直带住水军、啊？有冇见到？冇。我哋识讲嘢啊，主角。咁多人喺度做咩啊？有冇执个金果？有，有利球啊！制作金果嘅呢一带钓鱼圣地，睇到大家钓鱼，你都想钓咧，分一支钓竿俾你。喂，好得教钓竿啦呢个。我家小李子唔见咗，可唔可以帮我揾揾？小李子系边个啊？会唔会一个人走去山洞度，所以要捉一只精灵？系咪啲支线任务啊？听讲银河队嘅势力非常之大。這個呢，金蟬脱落每一隻精灵最终进化的形态咧，种族值都被调整过，都不会低于470，所以只有弱的训练师冇弱的精灵，咁犀利。OK， 即系所有重都会有调整过啦，即系唔会话某啲太劲，某啲太废啊，即系唔会差太远系咪？所谓的平衡系咪就系、是？好，嚟到连接洞穴，喂，大五喎、啊。长老嗰边嘅事情已经搞掂啦，好彩你搞得掂啦。嗰、那个和尚咧真系难搞啊，成日都咧咸湿眼神，以为又要牺牲我啦，牺牲我如花似玉嘅面啊！就你个样咧值钱啦！我哋而家手头上缺嘅咧系启动资金啊，要谂办法咧搞一波事情。呢啲事情唔使担心啊，钱咧战神会搞掂噶啦。你都系咧好好谂一谂下一步点做啦，点样先可以继续我哋三年前未完成嘅事情继续？盖亚依家咧不知所踪啊！我依家咧就系、是、好似一盘散沙一样，要揾到佢先得。哦，系啊，点揾啊？惊咧盖亚出面咧有仇人啊！好，知道盖亚嘅咧得我哋四个人啫，你我战神同埋阿罗南啊，先唔理咁多，我哋先将嗰件事情咧办妥。OK， 呢度已经有火箭兵团嘅马骝。诶，咩啊？做咩啊？但系我啲咩睇唔似佢个字。一股奇怪的气息，前面禁止通行，黑眼我都是一炮死啊！手尾猴，哇，有果实嘅速度果，老大佢哋喺前面搞事情，你唔好立乱走啊！我哋老大咧唔系好嘢噶，即奇怪的气息就系佢哋两个啊，佢哋几个啊？呢度山洞嘅 level 仲低过出面嘅，点解？索里普。诶、欸，石化工啊，吸本小丑，束绑咗无法使用龙之佬，咩束绑嚟啊？仲浪我再来一次添，条友。好，沙地狱唔要啦，唔系喎，其实可以要沙地狱，地面技能要啦。好，咁多训练家嘅。等进咗化咧，呢招龙路就可以走啦。呢招龙路越嚟越低伤害啦。诶、欸，咩人？你拦住佢，我喺前面咧做啲嘢先。送上门系嘛？留低买路财。哇！一发秒咗，唔紧要，我都一发秒佢嘅。毒气双子都系一发秒。诶、欸，唔系喎，竟然同命。尼多狼照用，哎呀，摇尾巴，
真唔真啊？打唔中你，咁咁紧要关头你唔中，死啦，输啦要。真系，佢同名嗰下真系估唔到喎，同名。以前嘅同名嘅技能咧都几劲，因为佢可以无限使用，唔似依家咧，如果你连续用同名咧，佢会失败。啊！屌佢一下秒咗我出咗啲咩啊？冇望到我都又同命，同命我哋换重啊！临别礼物，小拳只飞越快刀应该唔会死啊！敌咁都秒咗，尼多郎好似快过我噶，二连踢唔紧要。一下应该秒咗佢，得咁厉害嘅，走为上计，话俾老大听。咦，呢度有啲剧情啊！但系我得翻两只重噶，四个符先，稳阵啲。你想做啲咩？哦，呢、這个就系小李子啊，剧情嗰、那个，呢、這个我系精灵嚟噶，冇咩，我只系想睇下你精灵嘅，点样可以讲叫佢走啊？将你嘅精灵咧让俾我，唔会白攞你嘅精灵噶。行开，冇逼话，冇逼我喐手啊！停手，我哋识讲嘢嘅喎。索利普，索利普麻烦，换呢只啦。咁就束绑，呢个啲技咧个名怪怪地，明明应该系叫石化弓，你知唔系束绑？呢支石化弓仲石化紧，都几屈机啊！用呢一个石化工匠再来一次嘅组合，奇迹！哎死你！好啊，我记住啊，呢、這个洞入面咧都系我嘅兄弟，转头收拾你。呢、這个我养嘅小石头、啊，养咗一年都一直冇进化，我觉得冇能力保护佢，送俾我可以送俾我。我相信呢个人会好好保护你，再见啊！谢谢你啊，马上有一张精灵放生俾你捉。啊啊！金色嘅呢只嘢，哇！但系我得翻两个精灵球嘅，老友，再见啦，小石头，真系再见啦！好在我有 save 啊，黐筋，无端端俾嚿石我啊，老友，话冇喎，要用束绑唔通？你呢招废技，呢招唔系攻击嚟添啊，直接抌啊！接抌试下，哎呀，好噃，哇，金色嘅石头，金色嘅石头、啊、，OK， 再见啦，小石头啊，真系喺我手上啦，终于，而唔系消失咗啊，嚟，我哋老大喺前面搞事情喎、啊，搞啲咩事情啊？火球鼠，你啲重太劲啦啩，火球鼠、铁炮鱼，啊？龙头地鼠大镬输啊！龙头地鼠又龙头地鼠呢啲屈机属性咧，其实有啲难打嘅。其实系啦，头先咧我哋咪攞个钓竿嘅，一阵间咧可以试下钓下钓下鱼啦。佢难钓竿应该都系钓下鲤鱼龙上嚟，鲤鱼王睇下系咪火鸡？我冇咩特别，有咩事情搞啊？我哋先过咗去个城镇先。诶、欸，嚟啦！诶、欸，水军啊，小妹妹再唔介意出嚟咧，阿叔叔叔同阿姨姨咧会做啲好奇怪嘅事情噶、啊。唔好啊，啲怪叔叔，系、哎、啊，都几厉害喎。咁我哋呢个硬抢啊，停手！卑鄙无耻下流，装货连一个细路女都唔放过。有一个送晒妹，一个把嘴咧咁厉害，正好一齐收拾啦。你训练师啊，可唔可以帮我收拾佢哋？水骨啱啱受咗伤，黐线啊！吓啊！唔系咁难打啊，老友。哇！一发秒咗，边个剑冇咗啊？好似左手边剑冇系嘛？哇！呢、這个水枪，沙漠来啊！先杀打死嗰只。车尾龟先，车尾龟好麻烦，因为落紧雨。正啊！
水槍。呢度先打捉手百合，愛心魚根冇乜用。哇！衝浪，直接衝浪衝死咗。呢度要草系喎，反而頂啊！咁冇啦，睇嚟我哋要升一升草系呢一隻喎。哇！佢其實都點講啊？佢又未去到話難打嘅，但係咧你要有好多準備先贏到咯。即係譬如你要準備曬一啲水蟲、草蟲啊，各種唔同嘅屬性嚟到應對每個 NPC 咯。啊，暫時就咁睇咯。咁我先清咗呢度啲 NPC 先。幻象光線就係俾呢一個念力高15威力嘅技能啦，要學嘅。好，要睇兩樣嘢，第一隻就係睇小拳石、堅硬害羞。有冇分別噶？有冇人有玩？如果有玩咧，可以同我對比一下。咁佢呢一個嘅特性咧，其實應該係廢嘅，係啊，應該係廢嘅，因為佢唔係黑白嗰只嘅堅硬特性啦，而係舊世代嘅堅硬，一擊必殺技不可作用，係啊，廢技嘅呢個。哦，呢個純撲無視對化嘅能力變化，但係佢加特防減物防喎，咁呢只烏波基本上就廢咗一半啦。OK， 我哋先去睇下呢一个村庄呢个城啊，呢个城咧钓啲咩鱼啊？爱心鱼啊，爱心鱼其实冇乜用，老实讲，我哋可以试下。要揿嘅要揿，唔揿咧佢会走甩。哎呀，河童啊，佢呢个烂钓竿都钓到好多好嘢，都唔算烂啊，都系爱心鱼。吓？爱心鱼降雨特性，喂，捉一只先。爱心鱼降雨特性系有啲猛料嘅，老实讲。啊？呢只都有美纳斯啊，要捉一只先啦。哎，鲤鱼王、啊，真系鲤鱼王出嚟啊！都捉埋鲤鱼王，系降雨。哎呀，嚟啦降雨，啱晒，就系、是、你啦。我就要你啊，降雨爱心鱼，搞掂，好啦，捉到之后咧就翻嚟睇下呢个爱心鱼咩料子啊！捉咗几只今次，捉咗好几只啊！轻快嗱就悠游自如啦，但系温顺系垃圾嘅性格嚟嘅，加防减是打一个啦。开朗就系加速减攻，加速减攻系啦。特性系不会着迷，呢个好似同之前一样。這個、呢个咧，哇梦特性，但系又系休闲，加防减速喎。储水稳重，加特攻减防，慎重加特防减特攻，加特防减攻即刻冇用喎。虽然佢有加到降雨咧，其实佢个特攻高好多，但系呢个减一减咧，你始终见到佢呢个性格咧，你就好唔想用啊，系啊。呢一个咧就系红色呢一度咧，就系代表咧佢有加嗰一项啦。咁你减个特攻咧，其实都几唔舒服嘅，系几难受嘅，系啦。当你知道哦，你嘅重咧其实唔系 100%， 即系唔系 100% 啦，即系啲攻擊力低咗嘅話，你就唔會好想用嘅。OK， 咁今集就嚟呢度先，下集再繼續。